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来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都丢下位。你们有什么对呼之类吗？就自我介绍的版本，有个很长，让我三个呼。来，三二一呢，你们就要开始，三二一 go。抗衡雄姑姐郭，国人统计平均女性要有份超30要跪腰。我是教主，屁股要起来扭。我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。我是理科小梦。嗨，好，欢迎你们来。我们今天又要来进行一个挑战，今天我们是要来猜嘴唇的比赛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就会有10个嘴唇，我们就来比哪一个才是我们心目中觉得最想亲的女性的嘴唇，好不好？自己是自己的一对，1到10分哦，10分最高，1分最低，看哪一张嘴唇是最想亲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直接来喽，直接进来，进来，不好吧？一号来了。大家看好了吗？看好了。其实我常觉得一号都不知道该怎么投比较好，因为你就不知道标准在哪，这样对不对？打开翻，哎，是伏地魔这样子，太可怕了吧？可是它有一点薄，我觉得它有点干，有点薄，我觉得有点怎么样啊？好像是嘟嘟的，听起来比较好，就是好纯粹，这个有点太，我以为你要说命苦之类的。标准了，没有辨识度。好，我决定了。三二一，请给分。我等一下，我想听两分，为什么要两分？因为我喜欢嘴唇翘一点的，就是嘟一点的。哎，他感觉嘴唇很干，侧面很翘哎。就是我喜欢嘴唇翘一点的，圆的，就是那两个，你知道？他等一下在后面听怎么香肠嘴唇来的。好，下一张嘴唇，二号嘴唇。哇，怎么他怎么每个人都很像啊？哦，这个嗯。这个人的下嘴唇很厚，都有下嘴唇。对，你看他的图，就是这边的第二张，他的嘴唇那样唇形很美，下面的嘴唇很嘟。哦，对，可是他没有第一张的翘哎，上唇薄，听说对人家比较那个比较对对对对对，比较好比较好。反正嘴了，你说，别骂好狠啊！然后可以看这个，我们从嘴唇看面相，对不起，开玩笑。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我们来给分了。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啊，你为什么这次给？哦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是待人刻薄，真的。你很在乎人家的那种个性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就是上唇薄。你只知道亲而已，不是吗？他可能就是跟我要钱吧。哎，你有开心吗？5000这样子。我刚给4，这比刚那个厚一点点，厚一点点，大家加一点。普遍大家都喜欢的厚，其实厚不一定好亲，也会口水多啊，就像吸盘那样子，这样子吸。可我觉得只是稳功不好而已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对，重于技巧，重于技巧。好，来下一张唇。哇，这个有厚道啊，唇峰啦，这边很唇珠啦，唇珠对，有唇珠，很明显，会带财啊，对，带财是不是？我给他带财，可是嘴唇有点年纪感，我只是觉得唇色的话，我在现场，我请给分，我给5，有高起来，有高起来，不错不错，三号表现不错，不错不错，来下一个，有点像，就是有大东西。那如果以天然的来看，对啊，是天然的，是好的，应该蛮低的吧？对啊，很水润的感觉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请给分。这我还没对。好，来第5题。哇，这个好像不太行哎，然后下巴好像有点粉刺，有了，下嘴唇有点厚一点点，但我觉得他右翼感觉心情不好。对啊，天哪，我这个有点不好预感，越看越眼熟。巧，而且它的翘不像刚刚那一个，它这个是天然翘，天然翘，它没有组成那么夸张。哦，我也知道是谁了，真的吗？你等下不要讲，好不好？直接给分，3 2 1给 ，OK 9。下一题，7，
啊，这个我知道是谁了，这超级的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是啊，这个牙齿哦，应该知道是谁了。好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九分、六分、七分，好，来下一题。啊，这个嘴唇好干哦，它是下面那张感觉好像有点这个。这个我真的亲不下去哎 ，Really？ 这个我觉得嘴唇还好，是嘴唇很干哎。我觉得我认识这个人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来，请给分 ，Sorry， 请给分，我给五分，我给五分。被你给很低耶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只看嘴唇，我不喜欢亲下去亲到牙齿的感觉。而且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就是你知道假牙先拿掉，就是用嘴巴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像章鱼一样这样亲，这样我是就吸爬螺的感觉。吸爬螺，你们喜欢吸别人？喜欢嘴唇？不会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会把它，你真的会咬嘴唇？我会这样，就稍微咬一下。可以交流一下吗？我一直怎么交流？以前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喝酒喝到颜面神经失调，所以我一边是笑太起来，就左边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左边啊，就笑笑。好世界帮我上一个那个就是什么喝酒什么的，理性饮酒。对对对。我补习过接吻怎么样？不真的可以高分一点吗？你会怎么样？他会怎么样亲？那你要怎么亲？来，你要怎么亲？吸木瓜怎么样？舔木瓜籽，没有舔过木瓜籽吗？没有。对对对，好恶心。你会用樱桃打结是吗？对。进我们家门，然后啊，忘记带钥匙，我用舌头开。屁啦，真的假的？就很像那种牙医诊所贴乖宝宝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乖宝宝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会刷牙，真的感觉牙齿，但牙齿真的是很漂亮。对，好，来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哇，你很高分。他给要这么高，对啊，前面给超低哦，对称啊，他的嘴唇上下也很对称，左右也很对，因为他是理科小梦，他就很会，他会自己有点计算那个角度的问题。这个人的上嘴唇有点薄，他牙齿在这里看起来没有，中间那个有对啊，对啊，他那旁有银色牙、银牙，还有假牙，银牙，你说是假牙套的那第三张的那个旁边，就是银色假牙哦，比较老派。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啊你嘞？你为什么要给？我觉得他右上角这张感觉很像在嘲笑我。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点不爽？玻璃心碎。哎，你才叫笑死看。这个人我啦，这温雅，这温雅，这就是你这个感觉才敢举手的人才有才可以讲。好好好，三二一，耶！温，对吧？一定是温了，对，耶！有这么低分？有这么低分？刚还好，对，刚刚姑还说这是有，然后下巴好像有点粉刺，对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，我不知道跟粉刺有什么关系，所以你们看我都在这样笑。第六名，一号，这我猜不出，三二一。还赵熙，哎，有没有提示啊？提示啊，提示是台湾人。台湾人，好，我要猜，徐慧宁。对，有像。好，下一个，第五名有两个，先第一个。这不知道，这真的蛮难的。对啊，有那个雅诗兰黛啊。有提示吗？提示台湾有人，有人要猜，Hook。差超多，他在韩国哦，他在韩国这句话很奇怪，他在韩国就是他有可能不是韩国人，但他人在韩国。哦，我要，好，三二一，哇，我一样，超值啊！我现在超好的。
是这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2、1，后面后面有阿卡贝拉的贝拉，对，上面那个要明显啦，猜谁？要猜谁？梅艳芳吧。关你本来想猜谁？我知道猜贝拉，因为上面的这个真的修得很朦胧啊，你长得很像。第四名，提示一，你们都没有猜到，我没有猜到。他是韩国人，韩国人，是韩国人。他团体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少女时代哦 ，S B S 吗？没有。润娥吗？对。耶！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有点感觉。第一张。为什么？你总是。而且是很多人啊。少女时代。对。可是我觉得会猜少女时代都蛮有年代。真的。你们都听过吗？没有没有。我阿妈跟我讲的。我阿妈就睡觉前都会唱《青春》。快，兔兔，对，哦，马上猜出来，哦，哇，有刚有听到那个什么很老啊，什么，有人说很老很老派，然后叫是我啦，那可是嘴唇有点年纪感，对我拉高平均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谢谢啦，我不敢，我不敢给太高分，你没有给十分，他又给，因为这样会被发现，他都给他十几，我不会莫名其妙给一个人十分，这样很奇怪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想要把。我是第一名哎，这是台湾人吗？是韩国，韩国人哦。还有我知道，还有 Rose Lisa， 对，不是。他第一名，还有一个第一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，最后一名就是我，没有分，然后兔兔一分，什么？我两分吧。分啦，有人零分，有人其他人都两分，耶！所以今天是六取二。好了，你先想一下嘴唇要怎么摆。对，你刚才是取哦，对，要惩罚你。对啊，他们在骂我们。可我忘记要惩罚了。我要加入。好，你发。好，这样好。I'm sorry。好，发。你发音有不要 Lisa 吗？有。有。好。哦，好，还是这样子。哦，好像可以。这招很万用哎。撑不住太久哎，很难哎。对啊。你好像不习惯。因为我上不上过，他第一个上那个小时。不然你那个舌头弄到上面来这样。好。好，这样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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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可怕。我还是想要在这边先谢谢大家，就是给我一个这么高的这个，好，那我来了。平常很努力的就是练习接吻这件事情。你零分，哎，我们没有人 cue 你感言，真没有感言的部分。零分没有感，不用感言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记得在这边加分享，另外去记得去追踪他们留下来的频道。谢谢，拜拜。记一下。
样吸，我觉得不行。他有这样，他是这样子，对，他是这样子。那我